民政局长颜真表示，将这个感谢状颁发给满道的这个大天父甲文天连甲后世宫殿宫庙代表，感谢庙方响应着这个公所来这募集着防灾自助所使用着这个小型的这个提牌啊。即马咧用刀的，一个手道理安尼走袂赴，啊，今仔看到咱大家会当安尼感同身受吼，啊，把这个你的爱心摕出来。这确实不简单啦吼！这器官拢看到不一台，按两台两尔，但是今仔摸到区公所，会当透过着孔区长，透过着李科长啊，社会的人脉，把这个好事能够传千里的爱心，展现着咱的交往。伊上午摸到公所收到四只小型提牌啊，其中一只就是伊的画面上这位八十外岁单金端阿妈来捐赠。因为公所的人伫后济宫来做工课，当然是响应着公所的募集之外嘛，替着阿妈来捐赠着一台。台湾关系，阮都指名要伫迄个海波啦。为啥阮指名要伫海波哩？因为妈妈以前就是海波，伫海波以前公公就是住伫海波。啊！伫海埔啊，然后阮搬登个游车里嘛，啊，所以搬出来游车里，啊，所以讲阮从啊伫关伫海埔安尼做以后有需要的时阵，救灾使用吼。我到地区过去发生过几次淹水灾情，救灾时阵因讲地形关系，正需要提牌啊来即出入。即次江庙捐赠着小型的提牌啊嘛，将分配到地势较低的所在。透过民间的力量，大家一起来做好防灾的工作，所以你甲看即个真好。防灾重于救灾，离灾优于防灾。南京都跟着防灾的工作啊，因为这个小型交筏，它是非常的轻便，在运东西是很轻便的哈。趁在汛期之前就有做了一个招募哈，希望说经过这个招募，那能够有募得四艘的这个交筏，那能够送到我们放置在。这些潜势区的，因讲极端的气候，相关灾防工课要两早做准备。虽然讲各界人有心来关注着防灾物资甲提牌啊，但是公所甲灾防办人希望讲上好是备而不用。一旦若是派上用场，就表示讲有灾情的发生。那么新闻台以下，马道彩虹报道。